哎呦我的妈！啊！嗷嗷嗷嗷嗷！嗷嗷！嗷！哎呦我的妈！看到那盆里那个葡萄没有？你跪在凳子上，双手背过去，拿嘴叼那个葡萄，这钱就给你。那不太紧张了？你考验我柔韧度是不是？对呀，但是你叼不着，你得给我一百呀。行，那也合适啊。双手背过去，哎。炸！哎呦我的妈！